耶、再尖叫大声一点，欢迎我们的全部都换来小小耶、欢迎欢迎。好的，那请我们的小熊们跟大家打个招呼咯。Terse 안녕하세요저희는전부입니다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们是全部换来小熊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国人阿亚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亚口彩珍。Hello 我是信。大家好，我是莉莉玉。大家好，我是许媛媛威严。我是 Nico。 大家更热情了耶，不觉得吗？有吃饱饭吗？对，有吃饱感，有力气，而且重点是刚刚应援喊的超大声的，对，大家很给面子，很棒，给那个掌声。谢谢小熊平安的力量。好的，那因为其实全部都换来小熊呢，今天是来办签票会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主要是为了明年的 Fin Concert 1月18号的部分，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，你们是不是有些什么未来的规划，可以在这个时候跟大家透露一下那种呢？好，我们明年有一个重大的事情要宣布，就是明年年初我们会有最新的歌曲将要发行，然后这首歌呢跟 Coco Coco 截然不同，会是更晋级的换来小熊，请大家多多期待哦。可以期待一下哦，真的蛮赞的。等于说有新作品在明年年初就对了。没错。哇，所以是明年要准备回归的意思吗？呀、是，就是全新的挑战。所以那新作品的难度有更升级吗？我觉得完全有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。除了舞蹈跟歌唱上都有再度挑战。对。难度，假设 Coco 是10分的话，那你觉得新歌会是几分？30分，对，3倍，三倍的挑战，我觉得真的有3倍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，因为你们已经练得很如火如荼，对不对？是我们每天都一定要练唱跳，对，每天都要练习，对，所以大家 Fin Concert 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期待我们的演出，而且我们还会有近距离和粉丝的互动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玩得开心哦。所以在 Fin Concert 上看得到新歌的舞台吗？对，而且我们有可能会有分队的小队表演，然后有可能会表演之前收录过歌曲还没表演过的，会表演。哦，有快歌有慢歌。哦，等于是一些彩蛋啦，对不对？ Yes. 就是真的是只有到现场了才看得到哦，好不好？对，好的。那因为其实今天呢，我们的全部都换来小熊来到现场嘛，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可能趁机想跟粉丝们讲的话？但是我想说，如果你们只是单纯的告白的话，有点太无聊。对啊，就大家可能已经看烂了，看起来好无聊，不知道干嘛了，只有妖精。觉得不够看了，我们现在塞一个情境，因为最近那个有一部影集《影后》很有名嘛，大家有看吗？我们给你们一个人物挑战，就是你说好，我今天 Nico， 你来挑战一个角色，你就要说好，那我来挑战，我给你一个角色，你要当那种播音员播报的，播报的，对，播报感一个主播，或者说那种车长小姐，然后跟大家说哦，那请大家宣传一下，跟大家宣传一两句，宣传我们的这次的活动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来喽。3、2、1 action！ 各位旅客您好，现在还没有购票的朋友们，请现在马上立刻去购票哦！谢谢。哇，好适合！这是什么车长小姐啊？车长小姐，过吗？可以吗？这样给过吗？被 idol 耽误的空间，不够是不是？再一次，好，刚刚我们还有接下来有5位要挑战，好，我们这个分数你们先打在心底，我们来用尖叫声来看分数，来，觉得 Nico 表现好，请尖叫。分好，好来，那圆圆，我觉得因为要给你一个很反差的，你一个那种八点档拍杂报，拍杂报，对，就那种八点档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最早最早，好不好？一个八点档感的，来，你先到 C 位，是要用台语是吗？就是台语，就那种对，你有看到八点档，就那种感觉的，台语也会中文派台语。好，那我用台语就是这种感觉，然后来宣传我们的。好，来，3、2、1 ，Go。在走要走位哦。听讲恁阿妹，听讲忘记啊，忘记听讲1月18，真不露哎 ，Fin Concert 哦，虾米？恁阿妹买 ticket？ OK，ticket，OK 按对哦。哎，OK 按对。
是不是很像语言天才？我现在有点那个韩文跟哦，有点中英韩台夹杂的，好像很不错呀。四种语言，四种语言，好，丽丽。丽丽的话，你觉得要给他什么挑战？因为他的角色人物设定的话。是不是要走一个那种美国 Mean Girl？ 有，我觉得有，我觉得他今天的造型，不觉得他看起来很那个吗？很 Mean 吗？真的吗？很 Mean， 就是有点那种，有点那个 sexy 的那种感觉的 Mean Girl， 对，有一点那种感觉。那我可以宣传跨年的吗？好，可以。现在不是年底了吗？就是，因为我们年底后会在台南跨年。就确定，然后我们也应该也会去其他的县市。等一下，怎么在装可爱啊？对呀、啊，其实我们会去其他的县市。微微笑，微微笑。但是去其他县市的话，目前还没有确定，要锁定我们的官方 IG 还有账号哦。哇，两张哦！最后来一个是什么？什么攻击呀、啊？什么攻击呀、啊？好 ，OK， 这关也算通过。那心灵。换你了，因为我跟你讲，王甜心要来了，各位。Oh my god！ 我们要给你出一个最难的口外教主。哦、oh, yeah. ，可爱可爱感的好不好？要很可爱，对，要很可爱的那种哦，撒娇的。来，舞台请就位。Center。哼，一月十八，我们的 Fan Concert 一定要来哦，还有我们的新歌。如果没有喊应援的话，就 No more， No more。我好紧张！哦 ，Oh my god！ 天哪，我还要听不下去，还要听不下去 ！Oh my god！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听到。不会不会，大家喜欢吧？大家喜欢吧？喜欢看到这样的样子哈。好，再来彩珍，因为你刚刚已经有过那个总裁感的，你现在要不要再挑战一次那种很超级无敌霸道霸气感的？那麻烦这边车钥匙先给我一个。车钥匙是不是？好，我先准备一下。好，没有啊。我想一下，我真的觉得这个角色有点困难，要无实物啊，快点！对对对，无实物，无实物的表演，想象那个。好来，我要先拉领带吧。领带，好恶心，我觉得这有点会伤害到大家眼睛了吧？不会，大家喜欢，大家被伤害。好，买票了没有？没买票，你不能坐我车了，坐我副驾啊！买不买票啊？等一下，这是不是有点讨人厌的？对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有点惹人厌的吧？对不起，你演的要那种言情小说，言情的那种男主角，怕有什么误会是吧？言情男主角 ，sorry， 不会不会，但听起来也霸道，有霸道到。好，最后压轴阿用，阿耶啊，阿耶，阿用，阿用超会，阿用超会，我最期待阿用。阿用，那你要不要来敢展现一个演技大考验？收住先哦。你们有没有买票？有哎、欸，有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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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认真，为什么？怎么办？赶快去买票哦 ，OK 吗 ？OK， 这不够凶啊？对啊，用韩文，飙韩文，飙韩文，飙韩文，아직도표안사다고哇！那边跟我开玩笑吗？赶快去买票哦！我还是很可爱。好，你说。哇！这是怎么最后干嘛走台步走回来啊？超怪，好不合理的角色哦，好不合理的角色哦。好，但是大家都要听到他们刚刚的那个演技大考验哦，应该给过吧？大家，那给过的话，请来一次尖叫声好不好？部幻蓝小熊啦，好啦，那因为其实呢，今天我们等一下还有需要做一个算是媒体联访的部分，但在这之前呢，我们一样需要拍个大合照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的，那我们来拍个大合照哈。那一样呢，我们呢可能要先请你们跟背板拍照，好不好？先跟背。左手边，可爱的蝴蝶结，好，下面哦，会有很
造型是帅气的欧尼，不过也一样是甜美的 sweetie 扣扣扣。好的，我们看中间，中间。